这是在线喷码机的这个调试打印。首先要把这个在线喷码机的支架以及喷码机关电和传送台都组装好。现在我们测试模拟的是从纸张上面实现在线打印。首先把喷码机跟传送台的这个距离要调得很贴近。理论上的话，这个喷码机离这个传送台，离这个传送台上面物体是2毫米以内。然后关电要倾斜45度向下，保持这样一个距离是最好去测试的。我们现在用纸张测试一下。就可以实现在这个传送台上面用外置电源模式在线打印。